现在去找一种虫子吃，那种虫子是长在那个葛根藤子上面，高蛋白。最好的花。就是这种藤子，这种藤子，这里面是有虫的，这虫可以吃。就是这种虫子，高蛋白的。这上面还有一个。这里还有这种里面就是有虫子。先放着，我发现一个好东西了。这有一棵野李子树，我看到有一棵，在那有一棵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那有一棵，刚准备去拿那个李子的，这里发现这个葛根藤子，这也是有虫，这还有一棵。摘了两颗，好像可以吃了。这个应该是苦李子吧，是野生的，尝一下看好不好吃。这酸爽，不饿了不管那么多。哇，这好多个，哇哈哇，美味呀、啊！其实这个可以生吃的，当然大家如果怕生吃的话，就可以这样烤着吃。这是高蛋白，很补的这个。哇！太好吃了，好香，美味呀、啊！